妆品九宫格来喽。第一期是口红，画的是我喜欢的 MAC 小辣椒，因为它有巧克力的香味，这就很耐撕了。第二期呢，你们想看什么悄悄地说，打枪的不要。巴塞罗那有古老的灵魂，威尼斯在水中画一座城，我会打开爱琴海的门，期待我最想要看见的人。加勒比海底海盗的传闻，普罗旺斯的薰衣草痕，塞纳河畔看漫步的行人，我在咖啡馆里听着风声。巴塞罗那有古老的灵魂，威尼斯在水中画一座城，我会打开爱琴海的